It doesn't matter what happened before this game. All that matters is winning the championship. 虽然我体重减了40多公斤，但我们对冠军的决心丝毫未减。没有冠军，再多的记录都是零。上海的比赛，大家都知道，冠军只有一个。面对我们的对手，我们可能不是运动能力最好的，但是篮球是五个人的运动，我们会以整体打败对手。掌中，掌！享受比赛，力争冠军，不断完成对自己的超越。气势名至，南国。